你要被后门大突破了。好，暂停，我按暂停。那我去煮水饺。你要组装椅子吗？好，那我先去煮水饺。太久了，半小时。我很快。好，那你没有要关台吧？你有要关台吗？好，那我去煮水饺。各位不要难过。不要紧张啊，我需要还没吃晚餐 啊大家不要紧张。不要打波欠好了，怎么那么卑微呢？是不是？老平抱歉，肚子告急，煮个水饺，是不是？来杀！谢谢 ORZ Kelvin， 好啦，去煮东西，等一下再说。
爽波浪服第一次豆内就空大阿滴啊阿滴。
了四四四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抗日战打完了，然后现在大家好不容易平定，来打了，是不是？是八国联军吗？我到，因为他那个时候，你有干嘛吗？没有啊，他在地上滑倒。抗日之后，他们八路谈判是，不知道，看漂亮吧。再咬我，我就再咬你。空。不要靠他，不要靠他。我直接用那个水来煮，好像也可以。嗯，直接用那个水来泡泡面，好像。他DRRH。我
趁没人在，快作乱，鲁王瞎塞。
巴拉八百八十八。我爱黎明，我爱黎明 ，RDRRH。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世界时间停止吧。晚上十点以后不要打给我，因为我睡啦啊啊啊啊啊啊啊。
聊天室由我路过此地，滑了一跤，仔细一看，原来地上都是油。哦，我的天啊，鸡炫的音乐，鸡炫的舞蹈，鸡鸡鸡鸡炫风。
鸡鸡，大鸡鸡，超大鸡鸡。狂吻呢、欸，好好笑。对我这样吹了，他就这样。干死！喂，喂，唉，终于弄完了。好了没？好了。整个聊天室都在乱呢，白目，真的。好，不管你就不念了。还好。哼。啊，拿捏好了吗？